久々の、まあ、昼間、昼間配信実はね、其实我早上有起，我早上有，就是那个叫做，我早上有去复健了，然后复健完之后回来吃了午餐之后，然后刚就觉得很冷，然后就想说我回来房间吹寒气，然后吹着吹着呢就睡着了，然后刚刚妈妈就来敲门说，你起床了没？起床了没？然后我就想说，不想起床。我刚刚就去睡了个午觉的事。我，哎呦，印象中隐形眼镜用了是没有错，好的。今天是眼镜直播的事。マジで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久々ですね、この、第一次看到阿潘早上直播，仕方ないのですよ。こういうのわからない。マジで仕方ないのですよ。しょうがないっしょ。いや。こさ。不是 AI， 是本人的事。マジで本人的事，信じてください。早起苦手です。他们说现在想吃那个头发好吃，谢谢。因为我早上有出门，然后早上出门前有先弄好头发，刚刚睡觉的时候有稍微注意不要压到头发。民国几年？大概没有哎。中午看到我是什么时候？有这种事吗？中午哎。但是我现在没有戴眼镜，我真的是啥都看不见。我一定要离那个镜头超近，我才看得到你们在讲什么。没多久啊，几个月之前，是吗？我什么时候这种下午一点半这种，我根本不会离开床的时间直播了？这是一个我根本不会离开床哎，中午加睡衣应该是第一次吧。其实我里面有穿 T 恤，就是我平常睡觉的时候，其实这个睡衣里面不会再穿别的。然后就是，但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然后那 T 恤也就穿在里面，反正就直接套上去，反正舒服睡觉，是一个温暖睡觉，这不用说明吧？マジでまだ眠いのです。要不要先戴个眼镜就好，我真的是看不到哎，好笑。家旁边的鬼小哥没办法睡完会被吵醒，我是各种大爆睡。然后我昨天熬夜，昨天熬夜在干嘛？昨天熬夜在剪片，就是因为不是那个预购，
不是快要结束了吗？那个生写真这个东西，然后就是昨天就一鼓作气把那个片子剪完了，不然今天真的是没时间。等一下，今天直播好像也不知道可以开到几点，我等一下再来算时间。就是呢，等一下还要去买一些日常备品，因为快因为要四周年演唱会了，有一些必须要买的东西。其实今天出门也是需要化妆，我现在化好是不是也算是事半功倍？哎呀，好聪明，好聪明啊！我根本没睡醒，完全是没睡醒。真的要转台，你就转台呀，你就在这里睡觉。粉饼是不是其实也该换新的？总觉得粉饼也开始薄弱薄弱了。第一次这么早看到，对啊。现在就应该要是半夜一点，其实大家都误会了，这个是录播。正在上课只能偷偷看待这部电视哟，就是真的是不可能开这种时候啊。但是我就觉得好像一个礼拜还是要开个两次吧。虽然我的时速大概播一次就够了，就是上次。播那一次就够了，但是我想说，那还是就是再播一下也不会怎样。反正我也没有要做什么，录播还能力的人还是蛮厉害的。那给我外送200折，什么是200折？打一折，打200折。呵，哦，看见了，我看见这个世界了。早安大家，这奇华厉害的粉丝也跟着录播。200折150，200折150，好厉害哦！为什么？眼镜盘，这个是眼镜加睡衣盘。我真的是刚刚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起床？我就是25分的时候才勉为其难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爬过来这边，然后打开我的平板，真的是非常的勉为其难，连头发都不想抓，就是睡午觉睡到一半的状态。相信你是真的用牌的，用牌的吗？可以倒带一些。其实美国死去睡是半夜没错，也是你。不可能，真的没睡醒啊！啊啊！这个号码先生，刚开播的时候动作满满的挣扎，真的，刚真是各种爬过来，
他们不要睡着了，是谁要被抓走了？他们加油，我先继续睡了。我先说，我真的是懒得换衣服，现在没关系。这个升写真的时候出现过这个衣服。这个神写真有卖过这个衣服，一脸刚睡醒，是的。我那天情人节那天直播完之后，然后隔天姐姐传了讯息跟我说什么，我有收到浪的官方通知，说什么可以参加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什么可以拿头衔的那个，还有一个月什么多少热度的那个活动。他问我要不要参加，他说参加门槛是什么，当日要播满3个小时，然后因为我播了4个多小时，就问我要不要参加，然后就突然发现，我跟姐姐一起在研究那个活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没有，那活动就是2月14当天的活动，而且要穿着红色衣服比爱心，然后截图。然后姐姐问我说：“你有穿红色衣服吗？”我说：“没，白色。”我们是不是结案了？结案。我有比爱心啦，但是我穿白色，砰，结束。完全不用再往下研究哎，赞。我也不知道，就是他那个活动参赛资格长那样，然后我就看了参赛资格，然后我们就发现，哎，我穿白色，哎，结束，啪，没了，不用往下看了。没有，我的衣服是纯白的，我那天还真的给我穿了纯白，白色裤子加白色毛衣的那种纯白，最白的那种。假扮是起了精神，没有这个字，不要这么有精神。那我再偷懒一下。我现在忙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还在个可以放空多久就放空多久的状态。来去煮饭堂啊，那叫我，他说可以计算几点要去采购了。准半夜，今天凌晨的直播很激烈，大家都在拼时速。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是说 TP 成员吗？还是又有什么活动？你说 TP 的大家吗？因为最近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很多活动，然后。很多活动，所以就是没有时间直播。我不收哟，一直发发都开到2点多，真的，好可惜哦，我没有跟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混战，搞得大家都在找时间补时数，我怎么都没有这个问题呀？哈哈，哎，哎，为啥会要补时数呢？哎，
来擦我的眼镜，我觉得我的眼镜雾雾的。你不是说是要播十小时吗？有的人因为他有出国什么的吧，被机的。阿胖比较特别，哈哈。不知道，我就。就是那个啥，算了，反正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直播就只是因为播了开心才播。我觉得我已经很习惯一直直播这件事，就是也没什么怨言，就是反。就是工作就是也是得完成它，就像我刚刚还是很勉为其难，其实我今天根本可以不用播，就如果我只是要算时数的话，我今天根本就不用播，我就去躺躺就好，我干嘛呢。补天数它其实没有规定要开几天，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一天就播的话，我根本不用开两天，所以其实我每个礼拜都只要开一次就好，就是我更不用那么辛苦。然后，对，我只是想说，就是其实你应该在躺躺，那我回去躺了，再见。直接离席啊！呜、哦，然后没有，我只是觉得，就是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来试着你。然后有的人可能他一个礼拜就那一天他就看不到，这样子就会变成下礼拜才看得到我，但是有的人就会就会觉得隔太久，要是觉得那就一个礼拜就播两天也不会怎样，就播镜头不是可以转到床上吗？是的，没有错，但是这样子有点过度吸水小偷，所以我还是乖乖的坐在椅子上，这样才保持清醒，我们才把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不然等一下我跟你讲，我这就是因为航吉还在那边转，为什么我要让航吉在那没有人的地方吹呢？这样是不是爽到小海豹？小海豹，你是不是太快乐了？他现在在那边独享航机耶，小海豹，你良心，小海豹，怎么现在看到你吓到我了？我也吓到我自己了，我怎么会愿意离开闯闯？现在直播也是没有话题，很水。反正没差啊，我跟你讲，有的人也不在乎直播什么话题，就是，哎，反正这东西就是很悬啦。反正你有没有播，还是就是我有播没有播，都会有人说话、啊，不好，就是没关系，反正就是播，你我开心我就播，你们要不要看随便。对啊，瞎聊，很多人也都是就是瞎聊。呵，小海豹承担了什么？你这是真的睡衣还是工作睡衣？这个是真的睡衣，我真的是穿这个东西睡觉。You can trust me. I really 穿这个东西在睡觉。现在进入起床气阶段，我跟你讲，这今天睡午觉起来没什么起床气，我真的是早上起来的起床气非常的严重，真的是不要吵我，全世界不要吵我。真的有人穿这种睡衣睡觉？我啊，这个是你是油妆还是素颜？刚化了底妆。
但是刚开播的时候是素颜，而且是眼睛没有睁开的素颜。当复健时打医生吗？没有，我通常是就是走去复健的路上，走去复健的路上通常是没有醒来，走过去大概十分钟，那十分钟大概都没有醒来，然后坐下来复健的时候有会稍微会慢慢醒来。然后因为今天做的是深层治疗，还蛮痛的，所以他在点的时候我就醒了，就是那个震波打下去的时候啊。我今天真的有大叫，因为他突然就是那个数字突然调太高，就是那个强度调太高，然后就那个震波打下去的时候，然后突然很痛，然后我就突然一个反应不及，我来不及跟他说会痛，然后我就这样用叫的比较快啊，砸完的。然后那个电醒之后，后来就去买了午餐，然后回到家这段时间都蛮清醒的，因为被电醒之后，然后在路上就是在回家路上非常有活力，跟妈妈一直聊天。然后今天早上的起床气，我每天固定会有个起床气，然后每天会咒骂不同的事情。今天咒骂的是天气预报，还有早上那一阵风太强，快要把我头发吹乱，才出门而已头发就要吹乱了，很不开心。然后咒骂另外一个是气象预报，就明明我的气象预报写14度，然后我走出去的时候我热得要死，我还以为我已经。但昨天也是14度，我围围巾就冷得要命，然后我就开始咒骂气象预报，我就沿路一直骂，一直这样。每天的起床气总是会有一个出口，然后就是蛮非常温暖。对啊，所以我就说气象预报偏笑哎。你看我开始生气了，又开始生气，我起床气。然后我刚刚12点的时候，不是，是1点的时候，1点整的时候，我妈在敲门，她说：“直播好。”然后过了10分钟，我想说，想再躺一下。然后还说起来没，然后就会回来有啦，起床气，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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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会记成，就是我可能我会什么13号我会记成礼拜三，然后可能13号根本就不是礼拜三，这样就是我每次都在乱记一通。就其实我手机打开就看得到行事历，但是我就是一直很想要靠我这个破小脑袋，没用的小脑袋。咒骂回战。你起床那再起一次，你就不想离开被窝，委屈跟我们说这就是不想离开被窝，我跟你讲，人生就这样。每天生气的都是要离开被窝这件事情。你看现在小孩抱就在外面，你看他就可以盖被子，平时他就可以盖被子。开始咒骂，真不想上班。没有，我跟你讲，这不是不想上班，我是就是连出去逛街，然后连出去要干嘛我都不想，就是我就是只想躺在床上软烂的。很废，做梦是不是也想吧？
你知道他们每天醒来就是边化妆都会一直讲说，啊不想上班，我就不想出门，公司真的很远。我说每天都上班，只上班，反正我准时到也不会到齐，又要去赶车，外面又很冷，为什么？每天就一直在自言自语。现在羡慕起来不好躺平人生，你们有感受到我从开播到现在已经27分钟，我眼睛都没有睁开这件事情吗？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对我这人就是蛮会睡的。汉莫 ZZZ 之类的那个特效，好像没有。我当皮卡丘。妈妈醒就好想听你多骂几句，很好笑哎，很好笑哎。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很烦，就是起床之后你就要还要去洗头，像我就在想着就是在想说、哦、如果我今天洗头了，明天又要去总裁，明天总裁不是头发乱七八糟，还是得洗头，又隔天又要演出又要洗头，这样连洗4天头我真的是起笑。可是今天头发就已经看起来很脏，我现在就很想洗头，可是现在要直播，那等下又要洗头，洗头完之后又要赶时间，又开始一直赶，然后不知道晚餐要吃什么。哦，路人来看你是不是念帮我洗头，乌诺快帮我洗头，洗个刘海就好，不行啊，就是我已经觉得我现在就很想洗整颗头，有的日子就是特别想洗头，如果我今天洗头的话，这样我明天就又要洗头，后天也要洗头，大后天还是要洗头，可是如果我现在不洗头的话，我明天出门的时候就是会脏脏，所以我今天一定得洗头，就是差别是，对，就是我又要提早下播，然后要去洗头，对，就是不行，就是要拍板定案，这没有，这就是认命的，我只是在碎碎念。大家要不要起床？是老舌歌手。明天总裁完的洗肩就都绑起来，可是今天也要总裁，我要裁2天。为什么大家在送玫瑰？为什么有红包呢？谢谢 Andy 送的香槟。为什么大中午要喝香槟呢？哦，所以为什么有红包？我好像很懒得过去按那个红包。哎，你很聪明呢，乌诺，因为上榜有。我上了什么榜？我不是就坐在这里碎碎念，这样也有榜。睡颜送玫瑰，你小时榜第9，我这样都可以上小时榜，我也是醉了醉的。认真工作的声音好烦，我要躲起来。今天真的是睡播吗？这个觉还没睡醒不？我的脚好痛，我今天打震波，然后打完之后，每次打完震波回来都会好痛一阵子，反正完蛋了。然后晚上又跳 room 了。
今天要小小小跳，因为脚会痛。我现在脚决战肿肿，因为打完震波，现在决战肿肿肿。先戴帽子好了啊，戴帽子很难总裁。阿潘是阿姆宝宝引起的阿潘老师半小时又且祈祷最想要又的时间去复健了又他不是有人问我说我吃了没吗，我已经吃了个花枝跟米粉给大家供餐，如果还没吃午餐可以吃花枝跟米粉，如果你已经吃饱了那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吃点心。今天的点心是阿杰做的手工饼干，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也可以入手哟。没有反应，录不到吧？刚刚吃掉，吃完了。这个是第二包，我续包了。How to do？ 叫他开卖场，姐做的很好吃哎、欸，就是事情是这样，就是我隔了一天之后进公司，然后我发现还有剩，然后我就发现还剩蛮多包的，然后我就问说，所以这个还可以再拿吗？然后大家都说可以吧，可以再拿，不然没吃完很浪费耶、欸。就又拿了一包，超好吃的，跟我们说真的超好吃，像外面买的，超好吃的，看我们称赞成这样，是真的很好吃耶。现在43吧，我现在46，我现在是决战小胖子。设定太完整，我不知道你真的受伤。现在有46，最近一直在吃胖啊，我就一直吃胖。你的恩童星也说他变胖，恩童星说他也变胖。应景现在抽到48，不要，变成48，我的衣服穿不下，人家制服穿不下，外头。我都宅戏，我胖很正常，为啥？为啥？我不是一直很瘦，本来就是胖底，他不是很瘦吗？可是我认识的同学一直都很瘦哎、欸。腰不是蛮细的吗？对啊。最近才刚好量身材，就是我们就是一年一度都会更新一次成员的，就是全身上下的身材，就是会量身，因为可能会做什么全员制服啊，或者是谁会被选中要做制服之类的这种事情，所以都会提早。就是量好一个大致的尺寸，那这个工作就是全体成员都要去留档这样，然后三期生就是不知道量身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然后后面我就不能讲，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话题这样讲下去听起来有点母汤，不讲了。对，会知道其他人的身材有数字。
但是反正我要讲这个是，只是想讲说，好像我的身材一直都没怎么变。希望看到新衣服吗？没吧。不可能这么快就否定。希望看到新衣服吗？没吧。我们当你说梦话。没有，我只是发现我的腰围，就是虽然我变胖，但是我好像腰围没怎么变，然后就是腿围也都没怎么变，好像都没怎么变，数字上没怎么变，因为我不知道那些重量去哪了，这样。听完我笑了，巅峰瘦的时候自己可以拍前十，对啊，恩同学有很真的有很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受到一个爆炸，你又没胖多少，还是蛮清醒，还是有理智现在的。看看大腿跟手臂，我不想知道，我不要知道。智慧的重量，还好我不是脑袋里面灌水泥哦，好重。当马孔鼓励，他那个是出世兽，并不是健康兽，不能算。也是啦，也是啦，那个就不要再变回去以前那种兽了。刚是不是提到水泥？对啊，怎么了？水泥怎么了？水泥预拌中。为什么水泥怎么了？是不是需要喝水？我喝那个喝红茶，认识个供应商，不需要啊？为什么？圆圆怎么都有点可怕。变重是因为自信变多了，跟柔烂朵一样。哇！哎呀，哎，东西放进去，拿饮料过来喝。分享，什么你们都很了解。过半小时眼睛有点打开，真的吗？那个不是水，那是仙女红茶，是仙女才能喝的仙女红茶。跟你们分享这个是最近大创出的手机架，我网络上面看到消息之后就决定一定要去买，哎，还有买到，这是大创出的手机架，超级无敌可爱的，它是塑胶，不怕脏，50块很便宜，小熊维尼非常可爱。然后这个手机架是放在上面之后，然后这里还可以继续充电。我发现我刚刚放进去的是种子。哇！你喜欢维尼？对，我超喜欢维尼。我房间一大堆的维尼，我可以帮你们点点名哦。我一整箱的维尼熊，一整箱。看起来实用，超值，可爱，超值，超可爱。其实我更不知道放哪里，我就随便放在就是
床头床尾那边，但其实我根本就还没用过，我发现那边快一个礼拜，我发现我其实用不太到。维尼的爆米花桶，哎，好过分啊！没有去过迪士尼。哇，这是棉被怪兽。哇，嗨，棉被怪兽，哇，不可能躺下的。大家晚安。哇，我想说，我来拿个手机，手机刚好就在床上。哇，赞哦！不可能！有你被声音的星星，星星，隔壁的喷嚏太大声了，对啊，隔壁邻居 ，Zuki 画的维尼超级可爱。真的躺播了，我们支持你，没关系。我努力坐在椅子上滑手机的。哎，出来了，大家纪念周边，四周年纪念，四周年纪念周边，小心背景音，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要小心背景音？什么意思？为什么？它不就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垃圾车啊！还，它不会广播，它只会垃圾车，它就是垃圾车。我们家垃圾车差不多这时间来，大家去丢垃圾喽！把大家抱起来丢掉。它就是垃圾车。啊，应援赛还是2022的、哦，不可能我自己在这里哈。哦，对哦，因为四周年原本是去年要办，那就搞。哎，这个关东旗，我跟你讲。哎、欸，这个我跟你讲，它差不多就这样哎，超小的，但是超可爱的。然后我跟我们说呢，就是那个关东旗，哎、欸，在我们。要推出的那时候，原本四周年预定的那时候的下一周，我就看到阳光推了，还是月亮，忘记了，反正就是看到他们推了一模一样样的商品，然后那时候我们四周年又延期，然后那时候想说哇哇啊哇被坐走了，不能背在背后，它很小一个，真的很小一个，差不多这样子。
就是桌上的摆饰这样，吃不见，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哎，你们要知道详细大小的话，你们可以去问啊诺。小硕说的。就是那个橘蓝，难道会是未来配色吗？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橘蓝，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橘色我超能理解，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橘蓝，所以真的是别问我，我真的是问号问号，我也是问号问号。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代表色了，我只能跟你们说不是橘蓝。对，可以一直很想要这种。对啊，棒篮球队类似的产品，我直接打脸你们，就不是橘蓝。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四周年配色是橘蓝，所以我妈不知，所以我妈不知呀。我们一定会知道自己的配色吧？拜托，我们都分组那么久了，我们都分组那么久嘞。然后 ，L 跟我们说这个 T 恤上面的那个图案，我眼真的是放不大，就分组很久了呢。你要想组阁到现在也超级无敌久的呢。蓝底橘子，不要，我不行，我不能说这个事，我不能随便乱吐槽，我的身份尴尬，不要这样。哎，就是这个 T 恤，这个 T 恤。后面的设计是这个一单到六单的制服，我是觉得这个蛮可爱的。就是这件事我在公司看实体，毕竟我们已经延期了很久，这都也挂在公司颇久的。就是这个设计当初出来的时候是，就是很多成员都讲说这真的超可爱。很久了呢，我手上只有尤拉生日的嗨呀说出来了，演唱会没卖荧光棒是咋？哎，没有吗？哎呀，啊，没有什么纪念手灯是吧？可能怕卖不完吧，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不知道。不急，让手灯飞一会儿。没那么多盘子，我刚原本又想说我们的客群不多，后来想想又会变成无客群话题，就不想继续讲。灰小旗子，它那个是可以站在桌上的哦，就是真的像那种你活动现场外面会看到那种站立式的大旗子，像那种世贸外面会摆那种站立的旗子一样。然后就是它就是超级缩小版，这样很可爱，那个是真的很可爱。然后那个是不是原本说什么四周你会送那个透卡，也是很可爱。那个透卡超级无敌可爱的，比例尺可以供参考吗？我猜差不多，我印象中差不多10到15公分而已哦。我的印象中就是那个布面差不多10到15公分而已，差不多10公分而已。因为我的一扎是15公分，我的这里的就是我的
食指跟大拇指这样完全张开是差不多就是15-16公分，我记得那个旗子差不多十，就是那个布面差不多10公分而已，所以加那个站立的牌子差不多就是15公分这样。我印象中是长这样子，我印象中现在是凭印象，因为我也没有在公司实际测量过，只是那个东西也在公司放蛮久的，所以。哎、欸，对吼，演唱会好像要看那个、欸，好像要看 MC 哦、喔，我都没有看，我原本要讲 MC， 哈哈哈哈，不可能，我都还没看，看一下哦、喔。没有哦，没有，没有要讲东西，都不干我的事哟，开心，总是不干我的事，这种周年演唱会总是没我的事，我只要记得自己跳的歌要走哪里，上台哪里下台就好。因为今天总裁这些都要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现在刚起床，啥都不清楚。哦哟，这是什么啦？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诶诶，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忘记了，快一小时还没醒来，右右右，这是我都有的连招指令，你就是要记上下台。再看一次，就是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哎，等一下忘记了，左右，然后先一个左右，然后有右左右左，然后才左右，然后就交替右左，然后右右这样，好，我应该记得。我再背一次，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右。还以为在打击什么招式，小偶像上台前的迷幻咒语，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右。好，我记得了，应该吧？有没有一起按的？可是为什么那个是悠悠？这是什么东西？悠悠？哦，悠悠，哦，这悠悠，哦，我懂了，悠悠，悠悠悠。哟哟，心里贝贝，好，
最近怎么一直接王心凌的歌？我不知道啊。我想看一个东西。最近真的是记忆各种混乱，真的是救命！我怎么走啊？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没有。对对，都没有联系，都没有联系。我现在在这里讲 MC， 弥补四周年没有 MC， 说说话，我来说说话，耶！大家刚听到的歌曲是哔哔，还有哔，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哇！因为不能讲四周年要跳什么歌，所以我用哔代称。太逼了吧！好赞哇！太好听了，你明音节才歌名，我随便逼的，在那边。小孩的音跟汽车喇叭。我是不是该来算一下？哎，我已经播一个小时，我这个小时到底都在干嘛？我在咒骂全世界。我前面播这个小时，我都在咒骂全世界。rap， 就每个小时都在念 rap。呦呦呦呦。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右左右右，然后我现在在想，我等一下去买什么？我们要确认说库存品，等一下一次买齐，然后回来放好之后，我们再出门去上班。对，这个步骤怎么又有点复杂？可是我就提着去上班，反正晚上有爸爸在。不要欸，提着去上班感觉好重哦。这瓶是新的还是怎样？这瓶有一半，还有一半呢，还是我就用这瓶就好，好像不用急着买，要买吗？隐形眼镜没了，然后发油没了。所以这个先不买了吗？这个要买吗？这个要欸，我每次都会趁优惠买。如果有优惠的话，我看发胶、衣服有优惠。这样，如果它有第二件五折，我再买。然后。看一下哦。我想要买一罐指甲油，就是为了四周年涂一下指甲。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护发素，还有定妆，还有。哇，定妆剩那么少，可是定妆我都用这一排的，应该还够用，两天应该还够用。然后，化妆品，开始盘点化妆品。其实我想换新的眼影盘了，但是我不知道换哪一盘才好，这个可能要逛一下。这个你们看，就是我常用的这两个颜色已经被我挖空了，这样
就是我需要打底色这样，我需要打底色，没有打底色了。大活动前不要换，真的吗？你说眼影吗？怎么样？这个要换吗？其他色不能打底，其他色太深了。我想去逛逛看那个眼影盘。而且我最近不想再用大地色，我想换个颜色。谁是底色？底色就是一些浅咖啡啊、浅米色什么的大地色。都没有底色，不是跟皮肤一样的。我的打底色通常就是会比这个颜色要再深一点点，浅咖啡色这样。我看一下，我想要买红色调的那个叫什么眼影，然后剩下的那盘我不会丢，就是我把剩下的用完我才丢。然后看一下亮片，还有护唇膏，还有睫毛膏应该还够用，睫毛膏应该还好，还刷得出来吧。刷不刷得出来我其实不太知道，可能要明天预演的时候才知道，怎么办？我今天没有要刷睫毛膏，意思刷了没了我再跟其他人借嘛。好，没了我再跟其他人借，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要买。你要产品买什么？哦，我不可能会买那个啊，我不会买那个。只是在纠结要买哪一盘呢？应该是要买 Etude House。水泥色是怎样？腮红还有不用？粉饼要买。然后。对啊，粉饼要没了，要现在买吗？好像不知道啊，粉饼要现在买吗？我确认，这可以用一阵子。粉饼是这样，觉得要吗？小树，你觉得要再买吗？这颗是那样，我是觉得还可以再用啦。可以撑吧，两天而已，两天应该可以吧，这两天应该做得到吧。这个用多久？这一颗用多久？我查一下啊，这一颗就是从上次原定四周年到现在，原本的四周年到这个四周年，这样。我是会把乖乖用完，就用完再换就好了，应该是啦，如果我没记错，因为他换新包装，我这个应该是第一颗。新包装的话，这个应该是第一颗，绝对可以撑，现在只是白浪费那个使用期限。好，不买。我跟你讲，大活动前都会很犹豫要不要买，这样你懂吗？就是真的是大活动前才会犹豫的事情。遮瑕膏还有就不用，现在还好剩下的应该就还好吧。
油是真的一滴不剩了，真的要买。毕竟是大活动嘛。现在我有神送的告白选哪天。面子药哎、欸，突然想到，刚才有人讲稀有面子，我突然想到药、欸。我跟他们说，其实我平常根本不用稀有面子，但是因为是大演唱会才需要。你突然打不出那个。出事就趁别人的专柜品牌，不然来 B 十三跟我借，笑死！还有什么可以列入清单？正在张望。有没有忘记什么？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小罐食盐水，我记得我还有。还是剩了罐。食盐水功用是什么？就是那个、啊，因为我戴隐形眼镜，就是单纯只是怕眼睛脏掉，或者是眼睛很干，所以要点小罐食盐水，非常之好用哦。吹的东西了，或者是你口渴了，不是不至于，不至于。好像没有嘞，小罐食盐水好像用完了。因为东西都放在一起，一看就知道还有没有。会不会多戴一副隐形眼镜？会啊，会。平常表演的时候都会，就会放在包包里。也会带着原本的，就是也会带着原生眼镜，因为通常结束表演要回家的时候眼睛都会很痛，就有可能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睫毛膏碎屑跑进眼睛里面，就会觉得自己快瞎了这样。还没有计划去日本吗？没有呢，很出不起那个旅费，很痛。对啊，就是如果你睫毛膏的碎屑跑进去眼睛里面会很痛。真的会蛮痛的。
或是亮片什么的跑进去。亮片什么的，我觉得可以仰赖 Doris 老师。Doris 老师每次都会在大型演唱会的时候帮我们各种贴亮片，这我就仰赖他了。你画歪的时候是用什么推掉？要不要多准备一份？通常没有画歪这个事情哦。呀，呸呸呸！我通常会带那个小的棉花棒在身上。我通常会在家里画好才出门，所以就是会在家里先画好一定程度的妆才出门。好，对不起，我来都指定你让你看出门，不没关系啦，没关系，真的没关系。那个心意就好。这样子，我要买东西的话，可能要隐形眼镜、发油、指甲油、眼影盘、吸油面具、小型水跟发胶。这东西康氏没有买到，就是眼影盘可能要去，眼影盘可能要去屈臣氏。硬盘可能要去屈臣氏，因为屈臣氏才会有 Etude House。嗯，康氏美彩妆品牌我还好，但是发油的话，我喜欢的发油不知道，而且他们常常缺货。嗯，发油的话，我喜欢的牌子不知道有没有。我找一下，因为我平常用的那罐发油，其实我没有很爱，我觉得那罐的效果没有另外一罐好，可能要去保雅买。就是我觉得 L'Oreal 的，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就是这一罐比较好用。这罐叫什么？乐斯朵这一罐我觉得比较好用，好像乐斯朵比较贵啦。说真的，我真的觉得 L'Oreal 的发油我还好，我觉得乐斯朵的我比较爱。反正我觉得乐斯朵应该怎么样保雅都会有卖，我再去保雅买就好，没关系。突然一直打嗝，啊？什么时候？啊？哈？哈？我传给蔡依柔，好好笑。他刚才跟我说哈，我要跟他哈，哈，我也哈了。哈哈，好好笑哦！我现在在你们的面前 check 四周年上面会发生的事情，跟就是四周年 MC 要聊的内容，然后我现在已经全部都看，就是我现在在仔细的看，然后你们还是不知道，然后我在直播，耶！你们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好。要认真，好好好哟。好哟。还有。我看完了。我们从你眼镜的反光看，太可怕了，不可能这样也看得到，不要偷看。我跟你说，就是你也不用偷看，因为就是这边只会有就是中间串场 MC 的内容，就是不会有大家想知道什么发表惊喜什么的。我跟你讲，通常这种发表惊喜这种什么东西，就是真的都是惊喜发表，就是连成员都不知道，所以我从这个表上面我也看不出个下回，所以不用担心，什么都不会被爆雷的。You guys will never know， 因为我也不知道。哇，这特效！我来猜猜会有什么事哦？我猜猜，还能有什么事啊？你们觉得会有什么事？快点，快点，你们来预测，不行。为什么呢？小说，好笑，不知道是什么，希望是什么角色，好笑，就是那个，懂不懂那个嘛？就是那个啊，懂不懂那个？我猜的啦，首先是出日版，那不然还会有什么？对啊，就是我刚刚认真想一想，其实没什么东西可以公布，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公布的，就是没有东西，你知道吗？力奇大会吗？不要把大家心声说出来，笑死！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事我不知道，我猜有升格吧，我自己猜，我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也，就是希望也期待有升格这样。加播到几点？忘记讨论这个事情，好笑。我很希望，希望又期待有升格，因为就是，其实就是一起升。对啊，就是一起升就剩，就是这样讲也很伤心，就是也不能说剩，就是。就是那个状况嘛，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很希望他们可以生一生。
们也知道，就是通常这种就是你很期待的事情，通常都不会发生，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就是明明知道怎么样可以赚人热泪，然后可以赚回满满的荷包，然后就是有人就是会故意不那么做，就是不懂。再不承认破世界纪录了，到底在研究什么？到底还要研究什么？有什么研究的不够好？对吧？就是每次都要想不到吧，然后就大家又开始演上，你懂没？就是很烦，不知道。我圈圈圈这比较厉害，这个通常也都不会事先知道，就跟诗雅那个都不会知道啊。我刚刚原本想跟你们讲说，因为我接下来就是因为就是这种，如果真的有人要怎样，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应该都会被留一些神奇的时间。但我后来想一想，诗雅毕业之前我们也没有被留时间，也是诗雅宣布之后那一天才开始留大家的时间，说哪一天要进行什么活动，所以代表这事都不会知道哎、欸。哇！只是说你们可以安心，我不干我的事，没有，我真的没有要讲什么话，真的，你们真的可以放120、180、180，反正就是放心，对。我只怕我跳错而已哦，阿潘不会有任何惊喜发表，不要担心耶，真的是不要担心耶，全知道就比你们多那么一比比比比，真的是一比比比比，大概是手牵手这样。比喻，对啊，就像那时候一人跟一家升格，应该说那个就是有预兆，那个就是因为他们 MC 是因为我们 MC 都是有固定，就几乎是有固定说你一定要站哪里这样，因为我们人太多了嘛，一定要排整齐，所以一人跟一家升格的时候我就很确信说哦，那天他们应该是有超过50%的几率是会升格的，因为就是那样子的 MC 时间，然后站在那个位置上，我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样子了。但是这次就是我啥都不知道，真的是下回都不知道。尤其MC 的位置还没排，所以我现在没东西可以爆嘞。给恭喜吗？是预料之外。总裁看一些位置应该知道吧？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哎，我不知道，就是因为二周年的时候，我升格的时候我在最后一排哎，那时候什么研究生升格，我那时候站在最后一排，完全就是哈什么状况？好了，惊喜就是手牵手啦！我想看怎么会烧起来。不知道啊，有人要毕业的话，我也不知道。有人要毕业是真的不会知道、欸，哇，反正不会是我啊，大家放心。
的，惊喜发表就是真的要是惊喜，这样懂吗？拜托初日不要再补班日，我也不知道补班日是哪天，就是了。想升去哪？升天电梯。电门，哎，不是啊，这要看要几点，要播到几点。我出去买东西，哎，我就想要不要吃晚餐，应该是要吃晚餐，不然可能会暴毙。然后，我从这里到练舞教室大概要多久？算一下，哎，都，今天是几点练？今天是这个时间点啊，今天，哎，我看错哦，好，今天是这个。所以这个是就是往回推的话，这个往回推的话，我差不多需要个，这个时候出门，这个时候出门的话，代表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购物。才可以回来再放东西，这样就不用太赶。如果多的时间才可以吃饭。然后现在是三点，所以我如果现在开始准备出门的话，我差不多四点可以，差不多四点就可以。哎，什么？好像也不用那么早。哎，我还要洗头吼。可是刚刚又有人跟我说不要洗头，我今天跟明天都不洗头哦，这么嗨，不要啦，搞不好彩排会撤牌，我直接愁死哎，买啦，我等一下下播还是去洗个头好了，先绑起来就好了啦，是不是看不出来没洗头啦？是不是看不出来？肩膀前还有明天还有一整天白天呢。猪猪挡着你怕什么？看起来还好，真的吗？看起来真的还好吗？我觉得是因为最近一直在培训啊，一直在流汗，我就很想洗头。明天会到半夜吗？听说有人星期五就会去排了。什么意思？明天会到半夜吗？啊，说明天会不会到半夜？哦，我听懂了。我看一下，哎，不是，这个是手牵手，这个哎在哪里？应该是不会啦，不会到跨夜啦，不会到跨夜啦。嗯，不会到跨夜啦。你们要去哪里排啊？那里外面很空欸，那里外面很空欸，是去哪里排啊？对啊，很冷呢，那里很冷呢。那里附近感觉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们要去那里夜排哦。我要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呢，我还记得我们上次去 Zip。的时候，然后门口的警卫真的很好笑，就那也不是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们家也有特地去逛过那里，
就是在它刚开幕的时候，然后我们有特地去那里，然后就是印象一直都一致，所以我很期待这个周末就是去那边的时候会不会又看到同一个景色。就是呢，那里的就是那个停车场的警卫，停车场警卫会这样，超大动作，那个真的超好笑的，真的超级喜欢那个警卫，那个警卫真的超，那个警卫我后来查他还有就是还有在好像被人家 po 到那个 IG 上面，真的超好笑。他看起来超像在打勾的，那警卫搭配跳起来，高手在民间。专业打师也是有可能啦，也是蛮有可能的啦。我决定差不多4点到4点半之间下播好了，4点下播好，这样我比较多时间，搞不好回去。再睡个回笼不行，再睡回笼，我跟你讲，我现在再睡回笼我就完蛋，因为没有妈妈可以叫我起床，我真的是会完蛋，真的会有超级完蛋的那种完蛋。你现在也睡到4点，你很聪明呢。你很聪明哦，啊，这是什么东西呀？没事，不好意思，对不起，不好意思。小魔女哆来咪感应发亮，还可以啊！啊！哇！我买了，599。可以预购吗？可销售数量依实际进货情形为准。完蛋了，我要传给妈妈。妈妈在上班了吗？妈妈在上班了，妈妈已经上班了，完蛋了。可是我要传给妈妈，不行嘞，这个不可以这样哎，太夸张了哎，不行嘞，这个我要，这个要购入哎，这说人话吗？Oh my god, 不行耶。2月21日起7-Eleven 门市 7-Eleven 购物中心博客来贩售599元一个，然后波龙也是599元一个，2月21日起。我二月二十在干嘛？2月20不能有事情哦，20不准有事情哦。2月20，我跟你讲，2月20半夜我就去那边，就
我就在那个 7-Eleven， 我就在那边，我就在那边守。我跟你讲，我等下下播，我就去跟我认识的，我认识的超商店，就是现在就是马上就是给我留一份起来。我真的是不行哦，这东西没有要让人家买走的意思哦。这个我很认真写在行事历上面，抢 I K 许卡。这太夸张了，我一定要背出门来那边逼。你也夜排？这完全不犹豫了，我醒了，我醒了。限量多少张不知道，叫国术办留了，他直接寄给你，是可以寄这种东西的吗？这种电子票证书可以寄的吗？他们不是说夜排会人？对啊，我想说这种电子票真的是不能寄，我觉得。然后我不知道，不好摸限量，可是感觉都被买过，好烦哦。蓝燕子第三棵树下，又要买松烟了吗？有储值功能就不行。为什么会首度成人？不知道算不算现金类？对啊，这个应该不行。这样先跟店员订。好，我去跟店员讲。我去，我马上就去跟店员讲。我发现我没有机会逛灯会。灯会是不是到19号？是不是听说我接下来几天都会忙到半夜？是不是其实没有机会逛灯会，直到19？对啊，到19号而已。我有逛松烟的了。但是国父纪念馆的，我根本说国父纪念馆这些故事。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很怕塞车，所以我提早出门，然后我提早一个小时就到了国父纪念馆，然后就是离集合时间还很久。然后想说，哇，那我现在要干嘛？我想说，哇，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可以走过去国父纪念馆，然后再走回来公司，反正就是走过去又走回来，差不多路程就是个20-30分钟嘛。那我还可以逛个20分钟左右，然后结果呢，我就出站之后，然后发现 ，Oh my god， 就是人超多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没关系，那我还是走走看，然后结果就走过去国父纪念馆，然后走过去之后，然后我就远远的，我就在国父纪念馆那个停车场那个门口，就是那个麦当劳对面那个门，然后我就站在那个门。然后我就看着里面的那个人头的数量，我就决定，我就拍了那个拱门之后，然后我就往回走，走回去松烟了。我放弃，我放弃，我就到此一游，这样。我很怕就是如果我就这样子勇闯了国父纪念馆，然后我就会在要培训的时候，然后就是发出求救讯号说，那个我现在被卡在人群里面，我现在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能有点挤不出去，没有办法去培训，这样我就完蛋了，砰！
那就算了，我就到此一游，这样也算是四舍五入有到灯会了吧？就到那门口而已。那人太多了，那已经一样那种，就是那种20年前的逢甲夜市，人超多，多到就是那个水泄不通的那种，就然后有点像那种动漫节一样，就是这次那个南港的那次动漫节，就是这人多到你完全不想走进去的那种程度。我觉得我走进去我可能就出不来，我就会在里面随波逐流。然后再次混蛋，你想要吃饼干还是要吃？吃饼干好了。这是阿杰做的饼干，谢谢阿杰。不要再弄掉。真的，阿杰的手做蛋、手做饼干，你们吃不到了，哈哈哈哈哈！这棚一楼开始竞标。超级无敌好吃的，你拿卫生纸。啊，最后一张没了。但是想以一个单纯平常饼干心情吃吃看，到底多好吃？是真的超好吃的，哎，它是真的很好吃的那种，就是。有的这种饼干，你会放太多奶油，然后会变得很哆啰哆啰，会稠稠的。然后或者是你烤的，就是烤的太干，然后变得很难吃，或者是说就是烤焦了之类的。然后或者是太甜啊什么的，但是这个就是真的都是刚刚好，真的很好吃，是真的那种你拿去市集可以卖个很贵的价钱的那种。
我想去个厕所。我请小海豹离开床，就是你，不要再废了，过来。娘，钓起一只小海豹。想去厕所。哎，有人在讲桃园云豹，我前几天有看那个，我有看那个什么什么啊，我有看林书豪的比赛，小海豹也是有脾气的，小海豹继续打。你要会看篮球，哎，不是，因为是林书豪。我跟你讲，就是我原本是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在就是为什么林书豪就是，哎，怎么讲？就是因为听说那个他们队伍原本战绩是最差的，我就想知道林书豪到底有多神。有，我有看完，我有看完，哎，很厉害耶，很扯耶。而且还是七号哎，他这样不是就跟那个刘黑一样吗？他跟那个灌篮高手的那个刘黑一样。我不知道，就是因为聊天室，我是看 YT， 然后我就是看聊天室一直在酸他，说什么他有北京腔瞎回的，然后就说什么他之前去打什么 CBL， 但其实我个人就不知道。就 I don't care， 反正就是我只记得他以前什么 Linsanity， 然后就是真很多人都有在看篮球这样，但是我就是一个没有看篮球的，我只是想在林书豪到底多厉害。阿杰做的饼干，嗯，他们之前还有外国腔嘞，真的很强哎！
我第一节我好像是第二节才开始看的，然后我第二节一开始我就想说，就是他们到底在干嘛。听说那两支球队就是都蛮惨的，然后我想说到底是还能多惨，我想说能有富邦悍将扯吗？嗯，真的蛮扯的。嗯，就是那时候就看的就是看梦想家跟钢铁人，然后我觉得两边都蛮扯的，然后聊天室都在酸悟空，然后还有一等还有人在那边一直说 thank you 啦，不要连这里也 thank you， 好烦哦、喔，就一直 thank you， 然后就是真的看不懂他们在打什么，是真的看不懂他们在打什么。就是我虽然不懂篮球，那怎么说，我也是有现场去看过琼斯杯，然后怎么说，我以前就是小时候也是会看台啤的比赛，好吧，那以前。高中的时候也都是有在看 HBL， 就是不要讲，就是也没有到非常懂，但是有些很离谱的事情，就是也是不该发生。然后就第二节开始，然后一直没有得分，然后就不知道到底在干嘛。然后就看到聊天室在讲说，就是很好笑，他们就说书豪在场上教大家怎么打球，然后叫了暂停之后都是林书豪在讲话，超好笑的。他直接是教练呢、欸，他直接是教练。然后我跟那个教练也不熟，我后来我回家之后，然后我放那个精华给我爸看，他才说就是那个教练就是龙哥，是他们那年代就是一个很神的球员这样。大家都说他是藤真书豪，藤真剑师，真的，你们都知道这个梗呢、欸。反正就是大家都说他是藤真豪，藤真豪。然后那天主播也是很臭，我真的觉得主播超好笑。就是刚刚不是有人讲说林书豪打一场之后就可以受伤了，然后。就是那个主播讲说，最近啊，还蛮多这种曾经旅外，还蛮有名气的这个球员投入联盟啊。但是，虽然说是会改变战局没有错，但，也是有就是赢了一场之后就开始疯狂连败的队伍，然后我就，好臭哦！好臭！本来就是美国人，重点是在臭这个，好臭哟！坏透了！我现在跟小海豹的同步率是不是还蛮高的？我有听到，对吧？那真的超好笑的，聊天室全部在刷臭臭臭臭臭，是不是有泛黄？没有啊，我才把它丢去洗过，那些香喷喷的嘞。孤城无力可回天。然后赛后访问也是，林书豪就讲说，因为我就是，跟球队配合的机会没有几次哦，那就是还没有学到联防这个部分，那我们就是在球场上边打边学。啊，书豪老师帮你上课。藤真豪，还好椅子不能躺平，不然我就睡着了。他说，就是他好像那个时候是记者在问，然后他讲说，就是当全场观众在为你欢呼，就是在你罚球的时候，然后替你喊了这个 MVP， 你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说，就平常这个就是。
没有想到我可以获得这个 MVP 的 chance。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反正就是他打球很酷，很猛哎，一个人过三个人真的很猛，干净溜溜咻，然后丢进去。期待他对决富巴哥国王，对啊，他对国王不就是对到他弟吗？我哥已经买好票了。哥哥已经买好票了，哥哥专业哦。锵！不觉得阿姐真的很厉害吗？你说一边是球给舒航，一边是球给志杰。哎、欸，林舒航第一天就追平联盟助攻纪录，哎，很惨，很扯哎、欸。你都吃完阿卡还难过，吃完了。打团队的啊，重点球队也够准。原本的控球后卫小时候还参加过林书豪训练，真的假的？好酷哦！他一起在场上打球，好酷哦！大家平常都会看霹雳格吗？我现在是一个没有棒球看很慌的人，真的是没有棒球会看，真的是很无聊。我真的是篮球，我真是没相对之下没有那么懂。然后，对啊，快经典赛了，然后又开始热身赛，但热身赛全部都在南部，我也不知道，就是228连假，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去新庄城堡一趟。然后哥哥之前走心走的那么严重，你知道他昨天跑来敲房门，然后你知道他问什么吗？哎，你要不要买秀秀纸毛巾呢、啊？哎，不是，不要买那么假的东西了啊！可是他出了丹丹毛巾呢、啊。
一秒破防。哥哥真诚实，还有抱枕呢，超香。哎，哥哥又内线消息，他说他早就知道杰西会回来，笑死这我们吧，就是就是你们啊，简单的人，香买，啊，拜拜。记得会书豪说在 CBA 三个月都在隔离，好臭哦！小雨也是从小看你跳公演，真的假的？不可能啊，不可能！不愧是你哥，都有在传吧？好炎热的天气，前一秒周边买爆。阿基拜拜，阿基拜拜。主要是因为哥哥要去经典赛吧，他不是要去看 Rivera 吗？你们要去看 Rivera 吗？看就好，门票太贵，我哥要去看欸，他就问我要不要欸，他之前一直问我要不要，不可能啊，我不知道我哪一天要上班，一样的价格可以去东京巨蛋看复赛的，啊，就是我们的那颗蛋就没有盖好，我们没有办法啊。东京巨蛋看复赛，哎，不是，就是一连两都无去哦吼！里维拉不是退休好久了吗？他来开球，你们不知道吗？他经典赛第一天会来开球，然后开球还会办签名会。我哥冲着那个去的，敏感，对啊，这个话题敏感，但就是那颗蛋没有孵出来，不然我下班之后就可以走进去看棒球了。我也好想要下班之后走进去看棒球。下一报表示我是无辜的。我每天下班要赶去球场，都很远，真的很远。新庄球场真的很远，它也没有在捷运站附近，你知道吗？怪强三楼一开始不照提交的设计图改，真是的。小豹肥肥的好可爱，是不是？他可爱就可爱在他肥肥胖胖、白白胖胖、圆圆，啊，像颗马吉。哦，我在走迷宫，哎，那个国父纪念馆五号出口真是每次都迷宫，而且每次都会改变路线。然后我就是曾经被骗了两三次，走那个迷宫之后，我就发现那个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就是我就去对面就是从对面三号出口，然后上手扶梯之后，然后过一个马路就到了。我在下面绕那么多，就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我就走个直线，是不是比较快？直接走三号比较快，没错，对吧？哎，那五号出口真是不建议走。如果大家来握手会，我可以先跟你们讲，你们握手会说
千万不要走国父纪念馆五号出口，那地方又闷又绕，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很浪费时间。对，然后就是，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想一个舒适一点体验的话，我建议你就是走三号出来就好，多绕一下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哎，那已经不是多绕一下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个。都一样好不好，那就是都是一样，都是那个铁皮啊，白色的铁皮，然后上面镶那个就是那种很老式的那种冷气机，然后闷得要命，就真的是不要走那里，那个五号真的是不行耶。移动迷宫，啊，烟水晚安，十一晚安，难得我是跟你说晚安嘞，哇塞，十一晚安。现在光复南路可以直接进松烟了，哈？哪里？哈？哈？哎，怎么走？哈？你说以前要走在烟厂路，现在中间开放哦，那那里哦，那就是啊，但是那五号出口还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因为就是如果我要从光复南那边直接迁去松烟的话，我一样走三号比较快，就是那个其实也没有比较，真的是没有比较好，有啦，可以走，可以直接迁去松烟这件事情，我知道蛮久，就是。毕竟我也是员工，但是对，我只想说那个五号真的是可以不用盖得这么复杂。我还记得我一次去一个捷运站，然后我也是很生气，就是什么啊，是哪一站啊，什么南京附近还是什么松江南京，然后我记得我那天就是为了要转车，然后我想说哦，反正就是捷运图上面就是话说这一站可以转车，然后结果我真实就是要转车的那一瞬间才发现，就是那个站的平面图超级无敌复杂，然后就是他要先下手扶梯，然后走了很长一段路之后，然后再上手扶梯，然后那个手扶梯就是可能高度直接是两层楼这样，然后就是超级无敌乱七八糟的，走超级久，那个真的走超久，然后我走很怀疑人生，因为就是我那天我记得有跟妈妈吧，我记得我那天是跟妈妈，然后就是我们在找那个就是找那个转车的路，然后我们找不到，你知道吗，很怀疑自己，然后那个是那个就是平日可能下午一两点，就根本不会有人，所以你也不会就是很不敢相信说我真的要走这里吗，就是这条路走下去走十分钟是真的会有东西吗，就是真的吗，要这样子继续直走吗，然后周围都没有人这样，然后就是这样走哦，真的是这样走哦。新一代迷宫，对，没有人可以跟，如果说是尖峰 时段的话，你可能可以跟很多人一起走，你就不会担心说自己走错路，但是就是周围都没有人，然后走一走突然在捷运站里面突然就开始，就是甚至我都还没 B 卡就可以买包子是正常的吗，我还没 B 卡就可以买到便当是对的吗，等一下这里是可以这样子的吗，怀疑人生耶，真的是怀疑人生，松山线的地下，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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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南京复兴。走着走着跳入异世界，我真的很怀疑人生哎、欸，
那个真的好难走哦。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次好像就是光是要出站也费了一番功夫，就是我们在找某一个出站出来会有一家三丽鸥的专卖店，然后我们那天就是专门想要去那家专卖店逛逛，然后我就看地图上那个，就我都直接看 Google Map， 然后我就看哎，这家店旁边就是几号出口，那我们就找几号出口，就这样的逻辑嘛。然后就发现那个出口也超难找，在哪里？然后就后来好不容易绕了一大圈，然后就是好不容易找到那家店之后，发现对面就是捷运出口，而且是我们一开始就是下了捷运之后第一个看到的捷运出口。然后我想，我们到底在绕什么路？我们到底在站内绕了多久？那真是一个异次元空间耶，南京复兴站。这是准备睡觉阿潘吗？建阳嗨，这个是到底有没有睡醒？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睡醒的阿潘，至今不知道有没有睡醒的阿潘。走习惯就不会了。还有别人在北车迷路，我永远都可以跟他说要怎么走。我是北车通耶，我真是北车通。但真的可能会去睡，不行啦，不行，再去睡啦，去睡，再去睡，完蛋了。ありがとう、ハリオさん、ありがとう。就是还没睡醒进去睡吧，还有Yes me。想说是，你不是要出门，还以为关了。应该就是开到4点就要关了哦。我们迷路，但我都得现场看。这是被盯是不是？是不是被盯了？哎，我跟你们说过一件很酷的事情呢，就是呢。一般人都有办法这样子握拳，对不对？就是把大拇指这样收进去握拳，但是我现在这样子收进去握拳，右手会很痛。你知道什么？就是我一天突然突然觉得大拇指痒痒的时候，然后抓一抓，然后突然发现大拇指的关节超痛的，然后就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的骨头歪掉了。这看得出来吗？就是怎么看呢、啊？这样子，哎，这样子吗？就是一般人这块骨头，就是这个关节的骨头，它是这边两根骨头，然后中间是平的，通常是这样，就是这里有两个角角，然后中间是平的，通常是这样子的构造。但是我另外一边歪掉了。它歪掉了，它的脚脚在这里，它的脚脚没有在这里，它的脚脚在这里啊！我也突然觉得那里就是突然摸起来肿肿的，然后我想说是不是被叮了，然后结果抓抓抓，然后就突然捏一下，哎、欸，不对，哎、欸，哎、欸，就是我现在没有，就是现在没有办法压这个地方，会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已经不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就是某一天突然发现的，真的，很好笑哎、欸，他歪歪的，而且是看得出来，肉眼看得出来他歪歪的，見えるのかな？这
这个是正常的骨头，这个是歪歪的骨头。有没有觉得它一样肿起来？不是，它是骨头爬上去，好奇怪，好好笑。为什么？复健科之后要看骨科，我现在就在看骨科啦。OK 呢？不，你先你给吗？是呢，よろしく，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是拿麦克的那只手，不是呢，是拿麦克风是这只手，拿麦克风是这只手，这只手的职业伤害是，就是拿麦克风的地方会长茧，但是这边不知道怎么，还蛮好笑的，就是它没有影响到我生活，所以不会怎样，但是就是比站的时候。就是比站的时候它也弯不过去了，这样就是我的左手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这样右手就是它会凸一个出来，很好笑，它直接凸在这里，就是先生你怎么在这的那种感觉，超好笑。 先生你在哪里？不可能是这个奇怪的凸出来的形状。他谁？就是他谁，很好笑耶。就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这个没有影响到生活，只是它好笑而已。这样去找整骨整一下应该也可以。那个蔡依柔也是，蔡依柔她跳，蔡依柔是因为跳 locking， 然后她跳到那个手腕的骨头移位，这样，大骨头都歪歪的，救命哦！我怎么会都可以看仔细一点？后来发现她一直没有好，是因为就是我。我偶尔会这样子想要折一下手指，然后我就发现这边不能折，因为我折的时候就会顺带压到这里，然后就很痛，就没有压，真超好笑的。可以，哎、欸，这握手会的时候可以给你们观察，这个可以观察，这个蛮好笑的，就大家不要担心，这个就是这单纯就是。某一天发现的身上变异之处，就这样歪掉了，还蛮好笑的啦。周团去国术馆瞧一下，握完手再把它敲回去，职业伤害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什么时候歪的，我也不知道。某一天发现的。全员敲骨钟，平常也不会有人注意这种地方、啊、什么国术馆？不是那个国术，很好笑。某一天突然发现，神奇的大拇指。有没有粉丝是中医师帮忙敲回去，只好用力敲了，不行啦。握手会的时候就，其实这握手应该是不会痛，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就是没有一定的力道是不会感觉到那里痛。因为球场上把自己脱臼手指敲脱的的，什么？什么？我听了什么？感觉店子里，店里会有胡子人像。你说那种半身雕像那种，你还敢掐粉丝手吗？掐啊，照掐！我们要加重力道吗？有一个动作没办法做了，就是这个爪，就是这样子抓的时候，就是右手没有办法凹进来，因为会痛。这样，就是某些特定动作会痛，但真的是完全不影响生活，所以我没打算理他。随便啦，其实应该可能这辈子多多少少都会有个骨头歪掉吧。又国术馆，他怎么一直审查饭圈？真放弃治疗，直接放弃。眠い。
下巴掉下来自己敲回去过，才没有这种东西。你是说那个很震惊的那种下巴掉下来？怎么觉得突然最近很多人在上通告，是我错觉吗？最近是这个是在宣传什么？下面掉下来是真的，看到掉下来是白的。阿妈是上班会突然精神好，不会，我会一整天都是这种，是有点打累的感觉，一整天都会是这种。上次那样桥肩膀下属，什么桥肩膀？那个还好吧？那个也不是脱臼啊，那个不算脱臼不？突然想起来，就是我看到那个 Netflix， 就是上线嘞，那个叫什么？那寻找身体。原来它是电影哦，然后我最近在跟妈妈一起看一个节目叫《这是蛋糕》，就是也是 Netflix 上面的，然后就是它那个蛋糕就是会做的很拟真，可能做包包造型，或者是就是它都是做完全拟真的那种，就是你放在旁边可能一瞬间会认不出来，然后。就是要猜哪个是蛋糕，哪个是真的包包之类的。然后每一集都换主题，然后就导致就是最近走在路上，我跟妈妈逛街的时候都会指着某一样物品，然后我就问妈妈说 ：“Is it cake？” 那个自行移位，对啊，可以啊，但那个不算脱臼了。他们怎么判定？就是抖，反正它是一个实境节目，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 Netflix 上面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个就是验证那个到底是不是蛋糕，就是拿菜刀起来切的。有看第九节课吗？没有，第九节课在演什么？我这两天都没什么空追剧。第九节课是什么？哦，是那个吗？是那个徐伟宁演的那个吗？没有啊，我没有看。我对那个恋爱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对那种剧没什么兴趣。实名妈先是一个我不会。特地点开来播放的题材，《实名妈先》，你确定是蛋糕吗？请咬，请咬。最近还把《爱豆力士7》的那个动画更新的那两集看完了。我想要找七濑路的那个 Secret Night 给你们听，他真的是就是托利嘎的歌都是有一点 Odona Boy 的那种感觉，毕竟团名就叫托利嘎，就是 Trigger， 然后就是对，但李谷的声音就是有点太可爱了，然后我真的觉得从头到尾都无法直视。
独立去 Seven 的 Secret Night 真的是完全太阳光哦。啊！一直打不到，有小蚊子。一直打不到，我一直在那边打蚊子，你们就看到我一直在那边猫猫拳。不行，期待路人太可爱。太可爱了。留言区说为啥糖分这么高，一点都不 LOE， 因为这首歌就是 Secret Night 跟 Trigger 这团本来就是走一个比较有 Donut Boy 的感觉，然后就是大家都在讲说可是这个糖分有点太高，很好笑、哦、Idolish 7一身正气，小黄哥唱成小甜歌，救命！怎么说寻找身体不好看呢？那很好啊，最好是不要太可怕，不然我都不敢看。寻找身体，真的没有很可怕吗？是不可怕的吗？它可怕吗？它不可怕，我才要看哦。这里有人看了吗？不可怕，真的不可怕哦。我很胆小的，这样说真的很胆小。昨晚看的，我那天半夜4点，然后突然他就推荐我，他说，那个新电影《寻找身体》上线，然后我想要谁要在半夜4点寻找身体，气死我了。
但我回家看介绍应该还好。你要确定呢？1小时43分钟。噔噔，真的不要哎、欸！你要确定真的不可怕，我才要看。我真的要放很远哦，我要放超远，而且我等一下要边洗头或是我边吹头发才要边看，我不要认真看，我认真看我一定会吓死。我放超远，我现在放超远，因为我一定要大白天看，我绝对不要晚上看，晚上看起笑。我放超远的，我刚刚如果是这样子在看你，然后要把手伸超直。可是它很暗，我不近一点看好像看不太清楚。可是真的，我会不敢回头哎、欸，完蛋了！我连在路上走路不敢回头。小女孩 ，Hello， 小女孩。这样子看，我就是这个电影播放的期间，我都这样子看着。后面只有 A 人，中间剧情很跳通，真的吗？表情管理怎么突然变西洋片呢？可以开详细直播，大家同时开影片邪教同一天无限轮回，我来念榜好了。什么是挖扯弄的直播好像也不错。什么是挖扯弄？什么意思？开门哦，哥大帅！哎，我来点名，这么突然，不然我等下迟到。反正前面那种前置剧情都很无聊，我应该都看过。哎 ，Hello， 塔瓦
哥 ，Hello 新 ，Hello Wilson，Hello 阿鹏，然后 Hello 钟颖 ，Hello 小硕 ，Hello 季风亮 ，Hello 卡木一翔 ，Hello 北疆大车车 ，Hello L，Hello 潘朵拉 ，Hello 默默无名 ，Hello Andy，Hello 林果。Hello 吉米周 ，Hello Free Plus，Hello 阿敏 ，Hello 阿婷 ，Hello 美声乔 EDB，Hello 书鱼的路，跟着一起看电影片台，有这种东西哦。我按暂停。下午也是50人，现在是64人哦。Hello， 这个是 A S K I， 啊啊耶，阿斯基，大爷下午直播怎么发出来比熬夜直播更像熬夜？因为这个就是刚睡醒之后，就是没有打算要换衣服，就爬过来上播了，就是。Hello 马婷 ，Hello 卡宝宝卡卡 ，Hello 洛克 ，Hello 果酱家 ，Hello 无职哟 ，Hello 董董 ，Hello Lex， 直播人放一个时间在荧幕上哦，你说会放那个就是我播到几分几秒这个意思是吗？你好可爱，快播，谢谢祥峰，谢谢。但也是这样出门，当然不是，不可能呢、欸，不可能穿着睡衣出门吧 ？Hello 无常点 ，Hello 阿雷 ，Hello 北元 ，Hello 人豪 ，Hello 韩尼 ，Hello 地球 ，Hello 圆 ，Hello Nano，Hello 苏云 ，Hello 蝴蝶结 ，Hello 阿翔哥。Hello 小脚丫 ，Hello KCC， 今天超多新朋友哎、欸！今天超多新朋友，等一下出门会沿路骂吗？会，会，所以直播神会，这样没网费，人家被放生嘞、欸！哇，哇 ，Hello 闪电星球 ，Hello Water。Hello Black Beetle， Hello 点点， Hello 绵羊， Hello 出奶丸，他叫出奶丸呢、欸、，Hello 出奶丸， Hello 国王， Hello 旺旺， Hello 古早味， Hello KJ， Hello 冠伦， Hello Michael Liang， Hello Michael Liang。然后 ，Hello 柯基玉 ，Hello 弘毅 ，Hello 啊啊啊啊，乱念人家名字啊，反正他就叫啊。Hello 2023，我是温良恭俭让的萌新，你不是啊？你是哦，你是温良恭俭让的晚熊，嗨，对。Hello 杨公公 ，Hello 嘉阳 ，Hello 修哲，为什么有两个修哲？好笑。Hello 海豹 ，Hello 木婷 ，Hello 康妮桑 ，Hello 917 ，Hello 兔子报警胡萝卜 ，Hello CKU，Hello 阿晨进入直播间三分钟，什么时候？真的是三分钟之前进来了。Hello 土人 ，Hello Bill，Hello 一盘的葱，感谢大家陪我度过一个悠闲的下午时光，超级刚刚的那种。现在就要做什么？我现在先洗头。洗头之后，然后去买东西，然后买东西，然后拿回来放，然后拿回来放之后，然后就去坐车，这样。还是我就买东西。
东西，然后就不要拿回来放，我就出门。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在家里赖比较久？就只是我会背着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去上班，我没有抓到它吗？我最近抓蚊子的功力很差哎、欸，不管我最近功力变差了。有点继续堂堂的趋势，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穿着睡衣，然后就是小孩不好也在这，然后就是我距离的一公尺就是床，你就会开始想，是不是其实我可以再躺个半个小时。因为盘带出的感觉就是风险。是还好啦，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是不是就是，你在这边就开始闭上眼睛，穿上正式服装，精神就会比较紧绷。对啊，潘家妈再多了一步。反正我今天下班，爸爸会来载我，就不怕重了吼。就是上班路上会重一点，但是好像也还行。我就很懒得再走回来啊，我就走回来。而且你知道，就是刚好屈臣氏就在公车站旁边，康士美在公车站旁边啊，就是因为他们两家就是开得很，就是位置很近啊，我就去那边之后，我还就不想再提东西回家，然后我还要再走去同一个公车站，就是我在干嘛啊？我就买完之后，然后直接在那里等车就还来，对不对？是不是很方便？聪明。那现在这时间做什么？睡觉。就是个完美的躺躺态吗？啊，背着大包包很久没用了。哦，对哦，对耶，就背大包包就好啦。诶，对啊，我就背大一点的包包就好啦，超方便的。好的，就这么决定了。好，我要来念榜，然后我要去洗头。我决定我要先去洗头，不管怎么样，因为我其实就是。我会想要晚一点出门，是因为我觉得我用头发用很久，我每次都护发啊什么都弄超久的，所以我决定就是多留一点时间给我的美丽秀发。我已经预约好三月初要去烫，三月初要去离子烫，我要再把它烫直，可能看起来视觉上又会再长一点。对，对，然后来面绑了。Yes， 念榜 Dash， 现在看起来也很直，那是因为我今天早上还要起床把它拉直，不然刚起床那真是薄纱薄纱中的薄纱薄纱，薄纱薄纱薄纱，阿爸你比那薄你比那薄纱吧，不是这样用。第十五名 Steven 也第十五名，然后第十四名是郑源谢郑源，第十三名瑞龙谢瑞龙，第十二名小杰谢小杰，第十一名是潘朵拉谢潘朵拉，第十名是 Johnny， 哎，是 Johnny，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那个 Johnny 吗？嗨 Johnny， 我知道你是谁的 Johnny， 谢谢 Johnny。好啦，你干嘛不把名字换回来？你干嘛来 Johnny？然后第九名是小硕谢小硕，第八名是中影谢中影，第七名是阿成谢阿成，第六名果酱家谢果酱家，然后第五名是德瑞谢德瑞，第四名 Happy 乐谢 Happy 乐，第三名是 Martin 谢 Martin。 我昨天又吃了寿司，无论吃什么我觉得花鱼天妇罗好好吃，然后能吃什么
哦，我觉得那个鳕鱼子军舰很好吃，鳕鱼子沙拉军舰吃起来就像在吃那个明太子一样，超好吃的。不是蛤蟆，我昨天吃那个寿司郎，我昨天吃寿司郎。不要再 work 了。第二名是 Andy， 谢谢 Andy。第一名是 Wilson， 谢谢 Wilson。我觉得那个鳕鱼子很好吃哎，就是一开始林允吃那什么，就是鳕鱼子花枝吧，鳕鱼子花枝条。然后就是我一开始看到什么鳕鱼子，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吃过，所以我不敢点，就跟那个鲱鱼卵一样不敢点。然后结果就是我没有甜酱油瓶，它酱油瓶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我已经观察好几家哦，就是北车的那一家，就是变成一包一包单包装的那种撕开的那种小包装酱油，然后那个超难吃。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西门酱油瓶变成了那种藏寿司的，要一直按的很麻烦的那种。好，总之就是鳕鱼子超好吃的，如果你们最近有去寿司郎，可以吃一下鳕鱼子系列。我觉得鳕鱼子好好吃，好像在吃明太子哦，超好吃的。然后鳕鱼子沙拉军舰就是他加了那种就是有点日式美乃滋那种沙拉酱，然后就是加在一起是一个超完美的 balance， 超赞，超喜欢，这个真的很好吃，鳕鱼子沙拉军舰推荐给大家。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最近特别喜欢点的就是那个半生酥炸黑尾鱼大腹，好吃，半生酥炸大腹好吃。北市是麦当劳那，对对对对对，麦当劳旁边那个。上次吃的口感不错，对吧？哎，那个半生酥炸那个还蛮惊艳的，就跟这次的那个鳕鱼那个一样是蛮惊艳。但是你知道，就是最近有一个很好笑，因为它有很多鳕鱼子系列，然后有一个叫做禁断的鳕鱼白子牛肉寿司，超好笑！禁断的到底是多禁断？超好笑！就是我怀疑那个寿司郎的店员是不是不可能整个菜单都很正常，然后就那个很奇怪。然后我发现寿司郎的卷饼真的超好吃，我跟你讲，寿司郎就是一个被甜点被寿司耽误的甜点店。哎，那个菜单真的长那样，你们去寿司郎看就知道，它叫禁断的鳕鱼白子牛肉寿司，我真的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也没有打算要点来吃，因为觉得在寿司郎点牛肉很好笑。好的，那么我要下播了，我要去洗头了，我要去洗头啊。大家再见，大家拜拜。今天晚餐不知道吃什么，大家可以给我一点建议。等下丢小盒子给我一点晚餐的建议。然后我等下会去把那个 Reels 的封面想好，然后我就会开始 po 业配了。今天一定会 po， 大家期待，期待，再期待。期待血不是期待，就吃禁断的晚餐吧哟，禁断的鳕鱼白子牛肉哟。好的，大家我们四周年见，再碰见，再碰见。请大家推荐我晚餐呢。